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，今天要来探讨黑帝斯搭配 DS Dash 会蹦出什么新火花呢？是啊，黑帝斯对狮子八 Dash P XT Plus 持久模式战斗。追击追击再追击，会不会把它爆裂呢？哇，难呐、啊！我们的施工赢得很轻松，耶，一比零。哦，进了，一比一，懂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敲啊敲，继续敲，上啊，哇，平转停了。有办法转停我们的施工吗？施工加油，施工！我的最爱第二名，耶、yeah, ！施工获胜，战斗！哎呀哎呀，哇！黑嘎仔盯住了，哎呦哎呦，黑嘎仔，抵消了，有盯住。工倾斜了，不能救回来呢！不要太倾斜，不要太倾斜！跳起来，施工跳起来！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2-2呢！哇塞，把施工打停了！战斗，爆裂！别再，施工会爆裂，行不行？倒太多了哦，消耗体力了哦。刚刚只是运气好了，哎呦哎呦啊！施工我倾斜了，怎么这样？不要太斜，不要太斜，盯住盯住！哦耶，3-2，拍谁拍谁，战斗！哇！哈哈哈！自己出气了，4-2，战斗！我操！哦，打到他出去了呢，4-3，战斗！哎呦，哦，要到外面去了，危险危险，施工回来！哇塞，4-4，战斗！耶，不好意思，5-4，施工获胜。但是有的拼呢，打得很刺激，不错不错，黑帝斯这样的表现很好。好了，加码一场，战斗！5-4，哎呦，敲出去，没有哦。耶，也是没错，是光光色哦。黑帝斯打了半打 ，DS 大战。他说不会抱着沙拉曼达很好啦。哇哦，黑帝斯被敲出去了。哎呦，哦哦，走回去，哎呦回去。那么刺激啊！因为轨道轨迹干嘛是两个相撞，我们挤到来绕圈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们的黑帝斯倾斜了，很斜哦，倒正回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黑帝斯很好，站起来了，吸收吧，能不能吸收萨拉曼达呢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哇，萨拉曼达获胜，战斗。够大哦！反将军，把他敲出去了。走，炸炸炸炸，空心！看左右，而且在打，真的是很好看，好疗愈啊！哇！石头啊，把自己击撞出去了，战斗。叫又被敲出去了，战斗！哇，又被敲出去了，不会被敲出去的王者，战斗！啊啊！哦，来来来，战战，枪枪枪枪枪！哦哦哦！哦哦，出去了！黑帝斯还是被敲出去了，哇，超强的呢，萨拉曼达。
毁灭邪神林一爹大兽战斗。打比较刺激，各捞各的，好久啊！哎呀，毁灭邪神可以呢，战斗！哎呦哎呦，没办没办，继续撞，冲啊！来来来来，冲啊！哎呦，被救了一次！哎呀，撞，快点，好久，你们两个啊，拼死撞停了。我末日倾斜了，没救了啊！一比一战斗。哎呀，哇哇，没败没败，邪色对邪色就是那么刺激。攻击轴最好是用邪色的哦，你用平色的很容易就绕场，然后就再见了。呀 ！Q 来了哦，末日又被打到。倾斜了，二比一战斗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再秒，再加速，木赫把他敲出去了，二比二战斗，末日灭啊，爆炸爆炸，爆裂了，末日。哎呦，拆格也爆哎！战斗，呀杀！同时出击，战斗。这一下就爆了吧？还不会爆？哇塞，好痛啊！不会坏掉吧？不会坏掉吧？哇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你用 DS 打死了嘞 ！KD4 还比末日还紧，所以末日啊，去旁边玩。下一位。我的最爱林 BTS Dash 凤凰斗战斗，凤凰，我的最爱 BTS 的凤凰，就这样无情的被敲出去了，一比零战斗，敲换你把它敲出去，来来来追他追他，没追到，砍了砍了，逃过逃过了，来，凤凰在二段加速。加速到自己的黄喷掉了，凤凰没力了，真的假的啦？凤凰停住啊！黑帝斯转移了，凤凰你怎么了？凤凰战斗，哎呦！没有被爆裂，又被敲出去了，战斗。加油啊，凤凰！加速了，加速了，加油了，来了，咬到了！没有哎、欸！哎呀！喷持久了，喷持久了，喷环了！凤凰喷掉，喷掉！没喷，没喷会赢吗？持久度，这次比较转的比较久、哦，有！有了，果然还是可以的嘛！凤凰三比一战斗。慢慢追，慢慢追，没关系。目前三比一。哇塞，赛末点了四比一，战斗。不错，先把它敲出去再出去。好，四比二，战斗。四比二喽，慢慢追回来。碰满了，碰满了。转停，晃晃，有办法转移吗？哎呦，两个都很严重哦，两个都倾斜了。Yes， 可以的，凤凰不灭啊，四比三，战斗。哇，不行，一开始就喷晃，这个就要重来，头一战斗。King K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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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ng最后一分，最后一分了，走，最后一分哦，上去了哦，哇，还是被黑子
黑帝斯敲出去了，可恶，好不容易追平的，就这样子被敲出去了。黑帝斯的击飞能力真的很强啊，再加码一场战斗。轰炸！好，没办法了，黑帝斯火山凤凰。我还是爱你的，加油！既然黑帝斯打败了凤凰，那就来挑战超级会吸收的镇魂 L V R。哦，好！哎呦，哎呦，撞撞出去！啊，又被镇魂在中间了。呀呀，敲到敲到，继续敲。可是现在太早敲的话，会被它吸收掉。哇哇哇，好会吸呀！可恶！郑文最后抖了一下，不幸。拉好。哎呦，等到没有拉好的时候，哎，就是获胜的时候了。因祸得福。郑文还是很会吸，可恶。差点自己出去，上啊！刚让我推啊，推土机，没有，可恶，太强了，这文巨神还是不好打啦。哇，黑帝斯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文获胜，改为凤凰 DS Dash 萨拉曼达 DS Dash 战斗。右回旋超好看的，而且两个目前都是装大石头，不会爆啊，护膝，那就是看谁敲出去，然后现在就要停转停了。十九度上是凤凰比较领先还是萨拉曼达呢？好，凤凰稍微抖了一下，一比零战斗。一比一战斗，那一边差点跳出去，中了嘿！萨拉曼达二比一战斗开始，呀杀，中啦！以前萨拉曼达都是小力的去吸收对方，那现在可以大力的时候，好可怕哦！战斗。哎呦，差点哎，敲不出去啊！凤凰的击飞能力没那么强，他的能力在于两条命，而且要在喷环后。哦，没喷，没喷，危险，没喷，危险啊！跳跳跳跳跳跳跳，咚跳起来！哦，我没有了，四比一，战斗。力量过大，自己出去了，四比二。战斗。哦吼，四比二哦。凤凰有没有办法后来追上呢？加上。哦，喷了喷了喷了，很好。战很好。喷了就不怕了。吸呀、啊。虽然的凤，虽然凤凰长起来比较慢，但是可以吸收。吸呀、啊，吸饱它。最后抖一下，哇！是萨拉曼达抖了一下，哇！萨拉曼达有了 DS Dash 之后完全复活了，然后凤凰惨了，看来我最爱的配置要换了。这次 DS Dash 的实测就到这边喽，至于给谁使用呢？这三颗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凤凰的胜算渐渐的变低了，最推荐的还是萨拉曼达，因为真的很猛。我才是今天的主角吧？不对啊，今天的主角是 DS 大巡，你误会了哦，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。那就谢谢大家，再见。